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徐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这款游戏，一样是我们的幻想少女的可笑甜点小屋啦。今天我们应该是从伯恩德的视角开始吧，然后开头的 BGM 也换了，哇哦，果然是《课外镇魂曲》的作者大大。之前那么厉害的游戏，然后现在要以多重视角的模式开始，让阿徐不免的有所期待起来。然后记忆上一章，其实阿徐一直在揣测，所以到最后也没有骗到我。对，没错，安姐就是吸血鬼，早就在意料之内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开始吧。全新的开始，不知道一直永远都是孤独一人。当注意到的时候，大家都走向远方了，只有我被丢下，就只有我无法前进。是梦，对，这些全部都是幻想，只是我心中的自我中心的幻想。我被变成了吸血鬼的那种事。这是安杰的思考还是恩赐？这位是谁来着？对了，是星西啊，我的朋友，都有说过最喜欢的，我最重要的朋友。为什么横躺在那边呢？会是如何呢？不知道。总觉得记不太清楚啊。记得是某天，虽然不记得对方是谁，我把那人带过来了。啊，这么说来，星星啊受伤了呢，手臂流血了。之后怎么了？记得那之后我们两人聊了天，还有星夏好像态度和平常的很不一样，然后好像莫名的口渴。阿徐只是闭上个眼睛你就给我跳掉。只因为从那女孩手臂流出的红色血衣看起来很美味。回身过来的时候就变得这样了，总觉得草味道很像草莓派呢。啊，好想吃点心，好想吃那女孩最喜欢的甜甜的点心。只是好棒的小屋啊！对啊，这里才是现实，那是幻想，只是幻想而已。我不小心杀死那女孩什么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无论什么都是甜点，可笑的幻想。所以，安杰，这是在对自己说话吗？你完全没有任何哭泣的必要。我觉得安杰是在处于恍惚之中，哎，他完全不记得他自己做过什么事，然后有可能这种巨大的打击，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。
发现了自己杀死了自己的朋友，然后开始神志混乱之类的，我不晓得。总之我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那安姐，我啊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想着，伯恩怎么了？我想变强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再也不哭哦。就算跌倒也会一个人站起来，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会依赖安杰的。我再也不想当胆小鬼了，所以我想变强。安杰，请你看着我长得更高，变得更有力，成为坚强又帅气的大人，能成为独当一面的猎人，是吗？嗯，那种决心明明不需要的，就算不那么做也没有关系的哦。伯恩明明不必变强也行的，一直依赖我就好了。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，我就会孤单的一个人被丢下来了。是因为自己已经变成了异类，然后伯恩德算是最后的依靠吗？哦，戏剧又开始了吗？好，屏幕拉开。这是第二幕还是下半场啊？各位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和各位又和各位见到面了呢，呵呵呵。哎，本人我的真身，哼，吸血鬼。妈，谁知道呢？你是在说些什么呢？我是人类哟，如何？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吧，对吧，桑尼？狄先生散发的可疑的气息呢？哈哈。哎呀哎呀，真是严格呢，虽是这么说，真不可思议，对吧？不知为何，本人所入心之地便会有吸血鬼诞生，并且大部分都是无法维持自我而消散于黑暗之中呢，哈哈。哎呀哎呀，哈哈哈，当然这只是单纯的偶然哦，因为我只是普通的人类而已，吸血鬼的特殊能力之类的可是完全不懂呢。说的也是呢，不懂的呢。那么无谓的对话就到此结束吧，再次来到戏剧的时间了。经过漫长旅程，各位已经累了吧？这段时间请您手边暂缓一下吧。不过继续故事还会继续下去了呢，哈哈。那么就来吧，这次要请各位倾听的是某位少女的故事，被传说所缠绕着，可悲少女之可笑的一周。什么意思？从前从前，在某个地方有个少女，她和青面兽竹马少年一同在森林里探险时，找到了糖果屋。进去后，发现了可爱幽灵的女孩。少女受到了欢迎，中意的屋子的少年少女在那边生活。但是隔天，饼干破了洞。在隔天，糖果屋变得破破烂烂的老房子。哦，少女看到的小屋全部都是幻影。她是失去理智的吸血鬼。被疯狂哦，这是我们之前玩的那一周目所呈现的那个故事吗？这场戏剧便如此画下句点了。很可悲，对吧？他无法接受自己已经变化的事实，脑海中抱着幸福的幻想，不自觉地逃避了现实。哎，你问为什么吸血鬼会如此令人悲伤？
那是因为他们是无法得到幸福的存在的哦。哈，他们无法跟人类一起生活，同族太少，连找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哪里去找。不止如此，他们连死也不能，要永远的活下去。所有的吸血鬼都是孤独的，要扭转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。对，如果除非是幻想少女的可笑妄想就不同了呢。如果那么各位，从现在起是新的故事的开始。这次的主角是某位猎人少年，他怀抱着一个心愿，能拯救我们的安杰的意思吗？安杰，请你看着，我会长得更高，变得更有力，成为坚强又帅气的大人，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猎人的，是吗？嗯。然后呢？长得更大，变得更强，然后一定可以守护你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只是很简单的事，已经知道安杰是狼了，狼是最危险的，村落的天敌，所以要将安杰处刑。不会吧，不可能是真的。你说处刑，我才不准那种事发生。不管你同不同意都无所谓，我们已经决定了安杰的处刑。虽然说你只是见习生，但也算是个猎人，你要准备帮忙。为什么安杰非要被杀不可啊？而且还是被村民的双手杀掉，那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明天10点要集合召开会议，你也要出席。听我说，那种事，见习生没有发言权，你只要闭嘴听我说的去做就好了。那么，我要去睡了。难道我说的话就没有听的价值吗？既然如此，好啊！如果你打算那么做的话，我有我的策略。以前从大人们身边逃走的时候使用过的，森林深处的不可思议的隐藏小物，把安杰藏到那里去，从爸爸手中保护安杰吧。只有我自己没有什么关系，绝对要反抗村子。把安杰处刑什么的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做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因为我要保护我心爱的女人。这什么？好酷炫哦！音乐盒在一响，这是音乐盒？怎么长这样啊？枯枯的树跟茂盛的树，这边是指什么？小时候，这里是森林。我到底是怎么？对了，安杰，得去找小阿杰。一起去秘密基地的途中，不小心和小阿杰厮杀了。森林很危险，做一个人的话不妙。所以得去找他才行。明明就很害怕嘛，这个。树倒我，花盛开着。我们要怎么走啊？这边吗？没有路。哎，这样吗？这样，哎，这样没有办法回去啊！我现在怎么有点卡卡啦？看一下道具哦，
什么都没有，伯恩的是小时候的样子哎。然后档案要存在哪？来，我们分个区别哦。害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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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树倒了，不能过吗？这边看起来没有可以过的地方啊，这里啦。纳鲁霍多纳，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地方，被哦，这里就是面包屑，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呢？你们从小时候就玩这种游戏啊？面包屑，你们可以，凭什么我就得要？痛，好痛！凭什么我就得跟你这种人？不过只是胆小鬼哦，这么的不合、啊，不，住手，住手，小心心呀！才不要，因为我最讨厌的就像是你这种只会撒娇的小鬼，你家也讨厌，我的家也最讨厌了。就说好痛吧。但是我最讨厌你了，光是看着就不爽了。明明死掉就好了，你这种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喂喂，星星啊，不要这样，你又在欺负伯恩了。喂，小爱情，伯恩是有做什么不好的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？什么啊，你总是在妨碍我。伯恩由我来保护，欺负弱者什么的我绝对会阻止你的。弱者什么？所有人所有人都是我受够了。不过后来不是感情很好吗？伯恩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手背有点痛。哎呀，擦伤了呢，来，伸出来让我看看，我帮你冲洗一下哦。小爱姐，谢谢，我一直都很麻烦你。没关系的，毕竟伯恩完全没有做什么事嘛。是西西亚不对，他总是单方面的欺负人。为什么那孩子会讨厌伯恩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是因为我是打扫鬼，因为西西亚讨厌的打扫鬼，所以被欺负了都是我自己的错，都怪我太弱，我讨厌。比起西西亚或者任何人，我最讨厌自己了。这个音乐盒根本就是所谓的扭转时间，有没有？现在根本就令时针转啊转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，是不是？而且阿许刚刚又讲话讲到一半又忘记了，算了，我刚才讲了什么？不要紧的，伯恩，我会好好的将你保护好哦。一直都会保护你的。Monday， 伯恩，伯恩你啊，真是的，怎么发着呆？不，没什么。比起那个安杰，我发现秃子哦。哎呀，真的吗？那么就是伯恩大展身手的时间了呢。毕竟是说好的嘛，我会期待的哦。交给我吧。感觉很久没有像这样一起出来玩了呢。突然找我出来玩是怎么了吗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原因了，就只是想让安杰看一下，看我展现展示一下身手啊。从这里开始了，我也不可能说出因为你的处刑日就快破字了，得故意扯开话题，然后把安杰引到隐藏小屋去。
其实这样子伯恩的立场来讲有点难呢、欸。好，抱歉啊，射偏了，我这就去追捕他，你跟着我过来吧。真是的，伯恩你啊，怎会辜负期待呢？唉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